50，不至于这么穷吧？50再管我借？哎呀，哥，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吗？什么事啊？就是你能借点钱给我吗？借多少啊？哎，不对，你钱呢？ 不是月底了吗？钱都花的差不多了，你说50，不至于这么穷吧？50再管我借？哎呀，500？嗯，你今天不是干嘛？没有，你就借给我急用嘛，等我发工资还你嘛。你不说，那我就不借了啊。不借就不借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今天可是送你最喜欢的毛血旺哎，你不说带别吃了啊。 嘿嘿，今天不管用了。不行，我们都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，一年就一次生日哎。 每次过生日，人家都敷衍着，我怎么能敷衍啊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那个钱还不要借了？用啊用，当然用啊！你刚不是不愿意借我吗？怎么态度转变的这么快？哎呀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像我这种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，月底总要存那么点钱。 毛血旺还是得在这冷冷的天气时才最合适。对，是，你倒是蛮有研究，估计你的钱全部花在吃喝上面了吧？你这就小瞧我了，我承认吃喝是很重要，要是我也不是这么肤浅的人，好吧？那钱都花哪去了？当然是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。那比如说呢？那女孩子不过注意自己的形象，用不着给打扮男了。还是理性消费才行，该省省，该花花，没有计划性，知道吧？好了，太热了，赶紧睡。